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这后背刺挠呀，可是我这一够，哎呀，这肩膀就疼。你该不会是肩颈不好吧？哎，想要知道肩颈好不好，不妨做两个动作测试一下吧。盘腿坐着，腰背挺直，右手举起来，弯曲手肘向后，手掌心贴在后背，左手向下弯曲，手肘向后，尽量呢与右手相扣，扣得越多，说明肩关节灵活越好。伸出我们的右手，用手摸左侧耳朵，两边啊都做一次。如果能顺利完成，说明肩关节向前活动没有受到限制，还不错。那这两个动作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日常就要多注意肩颈的呵护啦。得了，就叭叭这些吧。